都做加盟带，嘛在对做是啊，这里先暖呀，一对专门上料理啊，不加来做啊，就难安都做。老努不哩不哩，咱来做生生啊，一转努是慢慢在对做啊，过一年不个来对做比做了，来做一万大多是啊，这里先哎呀呀，来做加生生啊都做。他们现在来做别人老板干对做生生啊，你们在台湾打8月3号，嘛在台师大一对做一年不生生的两万九啊，把古修改啊，嘛在都。都路都，都最起码在改革过多的那木那点蛮久，还做不开来都是阿扎里些那什么日子对做，阿就难个那呀。慢慢来做，就是一头路马上到啥，就是不是马拉达西花达多，那么我达就是了阿那木的都做。哎，最起码在多啥新，一做乌做阿来带西巴普罗斯阿比做公里阿巴萨拉罗来做苏加，慢慢那把在在多是阿美利加，阿对做阿是加拿大，把加入萨古加来做吉加古尼马就对做阿伊个苏林，萨兹马里瓦的对做吉纳勒那么阿在印第安，萨伊年那伊瓦达对做是爱做阿亚蒂马就，他们是阿来做加西卡专加阿就南安马巴拉阿拉瓦兹，老阿那玛亚对做伊马在阿扎瓦那本努拉阿加蒙代都做。比马在大三号，来自马在台湾的布瓦罗瓦隆对着圣圣安，伊马在台师大对着古修改念马就，马拉瓦勒多，来着是阿扎里先读穆达萨伊念巴卡莱诺朱鲁瓦亚。反对智商同意权里面的有很多的人，就直接把智商同意权认为这是赋予原住民族的否决权，但是我觉得在权力行使上来讲，智商同意权跟否决权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智商同意权还是有可能有同意。跟不同意两个选项，受益影响协议啊，是目前在加拿大采行的一个方式。协议里面哦，其实是让原住民族参与协商，建立平台，然后确保原住民族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上受影响的减缓跟补偿措施，对于环境维护的规划方案以及可共享的利益等等，都可以列在这个哦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来去做执行。那个不来做马拉哈加西，都最末在加拿大，最早狐狸在苏珊尼亚就对做巴拉尔多比做了那是阿扎里县，另外一年妈妈问那么也加马就啊阿兹不比做了那苏珊那亚，另外都做一做那个不多，那妈妈之前啊对做是阿扎里县噻，最早阿加苏珊努在维里了对做不只啊穆达格姆林多白苏那亚，不然嘛一做了那做加西湖阿亚亚了哇，那个不马拉哈加西，都做啊加狐狸在苏珊多。我们现行的智商同意办法还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空间，因为我们目前的办法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版本，那因为它简单，它留了很大的空间，这是它的优点，但这也是它的缺点。有些国会就立法了，那有一些行政措施，那甚至于呢，如果有争议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大法官会议也会做出一些判决啊，这些都是已经有了啊。原住民权利宣言以后呢，那更是发展更多，那甚至还有一些判例嘛。他说，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部门呢是把原计法当作参考用的啦。在雷爪古修改那是不是只有的对做是拉丁美洲啊，对做是加拿大是澳洲是纽西兰雷族啊，穆达布瓦隆啊，巴雷都是阿扎里西亚那呀。另外，那个我们是么在台湾都，都最么在多解释算了，或者在原籍法那呀，雷爪巴加拉阿就南安，对做什么日多解释个转啊，巴拉对做阿就南安啊，对做加一三金九啊，么加十八加尼布瓦隆尼么就，巴么在对做古修改，为了一对做一做了那西湖都穆达。巴克莱多斯阿扎里县，第一集不让我们接着论。